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根号了哈，1991加根号1991加根号1991，一直下去，一直下去，哦，下到呢这个很多很多下以后，那么呢他说哈，这整个数，它的呢整数部分等于多少？好，那这个整数部分哈，我们怎么求哈？我就假设哈，这个哈叫做 x 哈，整个叫做 x。那这个如果叫做 x 的话，那这一直重复嘛，这个也是 x。所以这等于根号多少呢？1991加多少？这个也是 x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把 x 哈给算出来。就 x 平方了，等于1991嘛，加 x， 啊，那这样就是 x 平方减 x 减掉1991，等于零。那 x 应该多少？等于2a 分之负 b， 一啊加多少呢？减的不对了，减的就变负数了。哦 ，b 平方一啊减掉 4ac 加上4。乘以1991，那因为它只是要求整数部分嘛，所以你就约略就可以了。约略哈，这个东西约略是多少？一加四乘以1991哈，这个约略是多少呢？约略是根号四乘以1991，那是二乘以1991。那我们这个可以给它开根号，这个开根号的话，我用那个开根号的方法，1991嘛，两个一撇，这个两个平方靠近19，4了，哦，4 16，391，那就把它乘以20，这是80几，那这应该放多少？放那个8 4 32，哦，4 4 16嘛，积4 8 32，3 6 33，它的四，五，8 减 3的话是5了，再补两个点，啊，点多少呢？这个时候就是，44，哦，44哈。它，啊，乘以多少呢？乘以20，这是880，那这应该换多少呢？放8 6 48嘛，哦，8 7 56超过了，86哈，6 6 36计算，6 8 48 51计5，6 8 48 49 50。4 4 8 53了，大概这样子，44.6，也就是说1991哈，开根号是44.6多少这样子，一直下去，你可以一直开下去。那因为我们只要取整数部分嘛，所以呢取到小数点第一位就够了，也就是说二哈乘以44.6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约略了。2 6 12，积28 9 28 89.2，所以这个大概89.2，那所以哈，这个就约等于多少呢？约1/2加89.2，那一加89.2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是2/90.2。所以哈，所以这个是等于多少呢？等于45.1了。啊，取整数部分嘛。所以哈 ，x 取整数部分，这个就是45了。所以这个等于45了。所以答案的话呢是15。事实上的话，这个不必一直到无穷项，大概呢4、5项的话就够了。4、5项的话哈，这个就可以写约略。哦，约略了，啊，做法是完全一样的，哦，做出来整数部分都不会差，哦，你这个根号的话呢，
开个五六次以后的话，这个呢就非常的小了。这根号呢，1991开个五六次，就差不多很靠近一了。哦，所以呢，答案整数部分是45。